号称头号科黑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，市政总质询再出招，这一次准备了一面金光闪闪的镜子，要送给市长柯文哲。我希望你透过镜子看看自己的灵魂。没想到柯文哲对这面镜子似乎很有兴趣。你要回答，这是道具还是送的？脚踏车你也收去了，书你也收去了，你就收着吧。好。幕僚收下礼物，即将卸任的柯文哲再和王世坚过招也没几次了。而现在下一任台北市长谁来选？柯文哲属意的副市长黄珊珊，王世坚也替他担心。高度质疑你会放生黄珊珊呢？不会了。所以我感情上，我100%支持黄珊珊。那理智哎。对，但是对理智往往战胜感情呢。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相反，我们都有共同的支持人嘛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坚持到底，因为我不行。我也希望你坚持到底。我希望你的感情可以，你的民意可以克服你的党意。我是理智型的。柯文哲把握机会帮黄珊珊拉票，要王世坚情感上、理智上都要支持黄珊珊，但王世坚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几个活动，我看你若即若离的。那总不能抱在一起了，这奇怪是。却又被柯文哲反将一军，经过了8年的磨合，王世坚持续强力监督，柯文哲也找到了生存之道。华视新闻张志晴、彭冠霖台北报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